好，各位吴老师麻将心法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陆哥的麻将剧第三届人气杯的冠军宅神签。那不知道我们在何谦平常下班之后有什么样的休闲嗜好呢？哦，我会到麻将协会去做挑战。去做挑战，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比较优质的协会可以给我们跟线上观众朋友做个推荐？最近呢，发现在土城广福麻将协会非常非常的棒。真的、哦？那棒在哪里呢？一开始接触这个麻将协会的时候进去呢，环境非常非常的明亮宽敞，然后人员也非常单纯，很好相处。那附近不知道停车方不方便？还蛮方便的，停车场蛮大的，好像也在就在附近而已。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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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我们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我们协会的内容吧。哇，店内的环境真的空间非常的宽敞，而且整体看起来非常的舒适、欸、而且里面有泡面啊饮料都可以做购买，然后环境呢里面也是禁烟的，所以不会有其他奇奇怪怪的味道，而且人员也蛮单纯的，我发现、嗯、而且我发现他这边桌椅的牌桌都是新的耶，而且卫生上也非常的干净。对，那我们等一下来随机采访一下这边的路过的客人好了，然后我们来问他一些有趣的麻将问题好了。好，没问题，请问一下是来打牌吗？干嘛？借用你一点时间来访问几个问题、啊、小姐请问怎么称呼？阿唐。阿唐，阿唐，那你来这边打牌的话，你男朋友会介意你来打牌吗？应该不介意吧。应该不介意哦。那你敢不敢现场直接打电话给他，那跟他说你现在正要打牌，那我们有准备丰厚的奖金。都给我吗？没有啦，就可能给你一些。打了就可以。对，打了就可以。跟你男朋友要开过音给我们听到哦。喂，我来干嘛？我要去打牌哦。什么？现在要去打牌哦？对啊。啊，你怕白都没揪啊？揪你干嘛？不是啊，不然我现在要干嘛？回家睡觉。去哪里打牌？土城啊。啊，打牌前都不用先说一下的吗？现在跟你说了，我还没走进去。那你是跟谁打？拜拜。哇，你好帅气哦，就这样直接挂掉他的电话。好，那我们这边哦，感谢你回答我们问题，给你奖金100块，再100，好，再100，再100，再100，哎呀，也感谢阿唐回答我们的问题，拜拜，拜拜。同学，同学，你怎么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我翘课出来打牌啊。你翘课出来打牌，那打的结果好不好？今天输输有点多，输有点多。那你敢打电话跟你爸妈讲说你翘课出来打牌，而且又输很多吗？我们这边有准备丰厚的奖金呐、啊。好，我。打看看好不好？好，你打看看，跟爸妈讲说你现在翘课打牌，然后输很多。好，要开扩音哦。好。喂。喂，妈，那个我今天啊，今天的下午的课不重要，然后我翘课出来打牌。你的课不重要。对。然后。然后我出来打牌，但是刚刚输了有点多啊。然后讲重点。我想问你可不可以转大概1000块给我，我想坐车回家。翘课去打牌，没钱回家，走路回家呗。我在家等你，拜拜。喂喂，你妈好帅哦！我就这样挂你电话哎。啊，那刚好这100块还可以坐车回家。100块可以坐车回家。啊，你输那么多，给你200啦，给你200，200应该坐计程车够了。谢谢。好，那谢谢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后要乖乖上课。哎、欸、啊，那你知道我们吴老师麻将心法这个频道吗？哦，最近好像在 YouTube 都有看到。对对对，那你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好、哦、啊，同学这么爱打牌，有机会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哦。没问题，没问题。好，下一次一定报。好 ，OK， 好，感谢同学，感谢同学。谢谢，要回家了，谢谢。哎、欸，我看到有一个人骑车过来，那我们等一下就他。哎呀，他要刚好停车。哎、欸，你好，你怎么了吗？来打牌的吗？哎、欸，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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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用一点时间问你几个问题。哦，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哎，我叫阿信。阿信啊、哦，阿信你好哦。那不知道你平常你来打牌，你家人会不会反对？基本上是反对。是不是反对哦？那你、啊、那你敢打电话给你家人说你现在正在打牌吗？我们有准备奖金。多少啊？考虑一下。100。好了，我打一下试看看啊、哦。试试看看，嘿，跟家人说一下你正要来打牌好好，看家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好，可能会很刺激哦。要开扩音哦，嘿。喂。哎、欸，爸，哎、欸，哎、欸，我，你伫倒？哎、欸，我讲啊。哦，我较早要去拍麻将啦。拍麻将。系啊。你卖吧，你搁咧拍。啊，就是讲无代志啊。好啦好啦好啦，真在你啦，我咧无闲啦吼。哦。好好好但你爸的反应也蛮帅气的、欸，就平常的都是这样子。平常爸父亲父子相处应该也都像朋友一样。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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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 ，OK， 好，那今天谢谢阿信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Okay, okay, okay. 欸、那阿信，你有听过吴老师麻将心法吗？
欸，好像有欸，好像有。對對對對，那也麻烦你记得上 YouTube 帮我们订阅关注一下吴老师麻将心法。好好好好啊，如果你爱打牌，因为我们在举办麻将比赛的，也希望你欢迎你来报名我们的比赛。OK， 好好好 ，OK， 好，在这边感谢你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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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怎么在这边？哎、欸。你怎么跟我讲？哎、欸、呀、啊，你来这边打牌，打牌都不久了。我在那边练牌，我都还在练牌。哦，是哦，那刚好。要干嘛？我要问你几个问题。OK OK。来来来来，在这边居然这么巧遇到我们的四强威帝。哎呦，怎么会这样？你平常都在这边练牌吗？对啊，我在练牌，我家住附近而已。你家住附近而已哦。那、啊、你女朋友知道你都来这边打牌吗？没有，现在没有女朋友。你现在没有女朋友？那你这样打牌来打那么久，有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哎、欸，好像有一个、欸。好像有一个哦。那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在拍街头采访的影片，那你敢不敢打电话给你心仪的对象？今天刚好是520告白日，跟他告白。好啊，试试看。啊，我给你奖金，对啊。好啊，好啊，好啊。那我现在打看看。要开扩音哦，嘿。喂。喂。哎、欸，你在干嘛？我在上班啊。哦。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事？就是最近跟你打牌，就觉得你人蛮好的，就想说趁今天520想跟你告白这样。就我喜欢你这样，今天520啊，对啊，嗯，怎么突然变尴尬、啊？有点尴尬。那晚上要不要看电影？那我下班跟你说。哦，好啊好啊，那晚点见，好，拜拜拜拜。你感觉有机会，晚点带妹妹看电影的。好，那这边给威弟200块红包，希望威弟今晚旗开得胜。好，打牌加油。好，那今天陆哥麻将趣也到这边结束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何先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企划。那我们这间广福协会的地址就在我们的影片下方哈，希望大家真的是一间优质的协会，希望大家也可以多来这边练牌。那陆哥的麻将趣就到这边结束了，大家记得帮我们点阅、按赞、分享。陆哥麻将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